姐妹大家平安啊、今天我们啊爱恩台夫教会碰到现在这样一个情况呢，我们非常谢谢大家的合作。那么我们很快的把教会现在的几个 policy 跟大家报告一下。第一，我们目前我们教会是关闭的状态，所以任何人呢要进到教会要先跟我们的 Miki 打电话，那或者你也直接打电话给我。第二，我们礼拜天早上呢有两场，一场是9:30，一场是11:10，那我们都会现场实况转播，那非常欢迎弟兄姐妹一起来观赏，谢谢大家。